投弹，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，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。九、八、拐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起爆！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。火球的左侧亮点是太阳。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，美国用了7年0.3个月，苏联用了4年，英国用了4年0.7个月，我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。现在人们已经知道，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、3层楼房高的氢弹装置。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能用飞机空投，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。而我国这次试验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、重量较轻、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。这再一次证明，外国人能办到的事，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，而且能够办得更好。望着天空那朵巨大的蘑菇云，聂荣臻元帅欣慰地自言自语地说：“300万吨，够了，够了。”